菲最近出新专辑了，那么大力的放送他这个 MV 的片段，剪成了很多五秒钟的少少的一点点，抛上网络啊，或者是传到简讯，连我都有收到这个简讯哦。打开一看，哇哦，最后以为是鬼片。女人的特写脚步加上一道没有人影的白色木门，全黑白的无声片段，情节好诡异。你在看我吗？仔细再看一次，原来是歌手阿妹的新 MV 主打歌。最近有不少网友都收到这个短版的 MV， 里面的画面不断穿梭阿妹闪动的黑白影像，乍看之下以为是鬼影，最后再搭配这一声你在看我吗。原本无声的黑白片突然多出一名女子的气音，你在看我吗，差点让人以为是鬼片预告，还有网友以为是愚人节的恶作剧。其实这是阿妹最新专辑，也是她二度身兼制作人，专辑 MV 企划统统一手包办。不过之前出席饮料代言，左眼劳累充血，阿妹积极练舞拍 MV， 愚人节当天还在微博写先谢谢左眼姐姐的配合，完美收工。唱片公司也特地把制作好的阿妹新 MV 剪成七支各五秒的短版广告，放在网络上大肆宣传，果然引爆话题。你在看我吗？中天新闻邱伟雄、任以芳台北报道。